哎，什么家暴如火？这个。啊！啊！你的狗跑掉了！你的狗狗跑掉了！啊！啊！脱下来，衣服脱下来啊！都没水准。啊、小狗都不牵绳，到时候、啊、到时候我们狗狗打架的时候谁要负责啊？到时候了没有？你有看到？如果他今天挑衅大狗，啊、被大狗咬了，谁要负责？啊你先讲嘛，如果嘞，我看到我有抱起来，哎，什么叫做如果？啊？啊？你的狗跑掉了？你的狗狗跑掉了？自为清高，自为了不起。我叫清高了不起，那是你吧？没关系啊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动保的志工，我现在把这段影片就是拿去检举你哈，我本来只是。我只是想要好言相劝吼，可是你却这样子不可理喻。好，那我决定就去检举你。我是你不过你，我啦，我叫车啦，我行啦。别再叫你干唔对了啦，他是无位置啊。你不要看嘛，他咧看车，我自己家干唔对咧。你这个敲鬼无啊，对不？我叫车啦！你敢叫你敢唔对啦？我先吓小你啊！我真无闲啦！你好，我讲你是咧遐笑？你当我警察见时阵当唔对，我上去见上去，敢唔对吗？我无听讲。快点见！接获计程车司机许南报案了，啊，称他遭所在的客人陈南辱骂三字经了。那我们警方获报后到场协助，那在场啊，许南表示啊，要对客人陈南提出恐吓告诉。不叫进来呀？干部小叉，啊，你唔在吗？倒弯呢？你要从啥？你为什么下了？有没有可以跟他三楼坐啊？